你有过这种经验吗？在很想睡觉的状态下，遇到了一大群僵尸，结果因为太累了，战斗力低下，没能逃跑，最后变成了僵尸的晚餐啊。在现实世界，不是说人被吓到，肾上腺素激发之后，能够激发求生能力，可能连冰箱都能搬得起来吗？僵尸毁灭工程应该要有这个系统吧？哎，接下来来分享肾上腺素恐慌影响疲倦模组，来完成这个愿望。订阅并请优就会生效，它能让人物在恐慌时激发肾上腺素。若你的人物正处于疲劳状态，肾上腺素会让人物暂时忘记疲劳的感觉，而且依照恐慌的严重程度还有时间，也会逐渐的减少疲劳值哦，让玩家有机会跟僵尸战斗，或是趁这个机会逃离危险。虽然这个功能很厉害，但是作者有特别说明，若玩家恐慌状态结束，终于感觉到放松时，人物会获得比原来还要更疲累的状态啊，这个是激发肾上腺素后的副作用。还有若人物处于极度疲劳状态时，就算肾上腺素激发，也会无法完全减少疲劳值啊。毕竟红色极度疲劳时，人物会无法恢复耐力，这对于玩家来说还蛮危险的。不过还是尽量不要让自己处于疲倦的状态，会比较安全吧。好啦，上面就是这次的影片，肾上腺素让疲劳减少，这个设计还蛮有趣的。模组传送门在影片资讯栏，若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点个喜欢给我力量哦。我是卡蛋，大家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，马丹尼。